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就继续来看，在2015年12月13日香港，莲生法王卢盛彦主谈白莲花王法会的精彩法语开示。昨天晚上要上床睡觉了，两眼一闭，天哪！哇，就像这样子人山人海啊，出现在我的这个。在我的房间里面了，全部都是幽冥众哦，全部都是幽冥众哦。我念了所有的咒 ，Om Atta Arma Dadu Soha。Om Beza Zoda Mahasib Shri Haruka Om Pei， 我念了 Om Beza Dadu Phan Om Moni MoniMahamoni Sekamoni Soha Om Beza Karta Chale Chale Hompe Om Yamataka Hompe Om Tsui Karaba Hom Kansua OmMahasriya Om Manjusriya Arapajanati Om Dewa Biju Vajra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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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jra Soha。 我一直念一整个晚上的这个咒语，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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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所有的蚊子都消失掉。也有一些没办法消失掉的，有很多的蚊子没有办法消失掉，怎么办呢？那个蚊子讲，我是被车祸撞的，发生车祸我死了，我是坠机的，我是轮船翻覆的。他问我说，师父你怎么救我？我没有，我当时不知道要怎么救我，我用这个文殊咒 Om Arapajanati Om Abeda Om Kanchana Soha。 念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亚他，阿弥陀波比，阿弥陀悉耽波比，阿弥陀比伽兰帝，阿弥陀比伽兰多，伽伽尼伽伽那，基多伽利梭哈。念文殊咒，念往生咒，他们都不走。我说如何超度你们呢？他说替代。好吧，眼睛闭起来吧，给车子撞吧。这个车子一辆一辆的从我身上碾过去，我倒灌在海水里面，倒在海水里面，喝了海水昏迷，我被火，全身被火烧烧了，然后泡在水里，又浸在水中，被车子撞，然后高山上面这样跌下来，摔得粉身碎骨。在我
这么晚上几个小时之间，两点睡，四点醒过来，其中的两个小时全部被车子撞，火车碾过，到水底下没办法呼吸，在火里面烧成烤焦，一切的痛苦场面，身上也流了血。到了四点醒过来，开始修早课，一直到六点，修早课一直到六点。那时候师母打电话叫我起床，其实我两点就起床，根本没有停过，一个晚上没有睡。昨天晚上就是为了所有中等的九贤七祖做超度，所以师尊讲说啊，师尊没有替代的，是一种错误。应该来讲起来呢，还是有替代的，只是我一向把替代的归向所有的佛菩萨，把所有应该替代的全部化为空给佛菩萨了。没想到还有很多的这些冤死的、冤枉的、死的，所以不得不做替代。我不敢讲我是菩萨，我不敢说我是菩萨，但是我真正做到的孔夫子讲的，一个是忠，一个是恕。我们超度啊，就是恕，宽恕众生平等，我要宽恕所有的众生，所以我做替代。各位观众，阿达尔玛佛原始佛化现的大幻化网金刚是最大的金刚法，宇宙一切均盘在内，为求成就佛果，灭罪祈福，一年一度的中观堂举办的大法会，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将恭请莲生法王卢胜彦继续讲解大幻化网金刚大法，并且灌顶。让我们把握此生，请佛注视。2月28日，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大幻化网金刚大法会，欢迎您来参加。卢胜彦一生努力修持，遭受毁谤，无数的生离死别，过了71岁，回头看看这些梦，心中的小雨又串联出一本书籍翩翩的巨作。让我们一起来听法王作家心中的歌曲《剪一席梦一晌》，详情请电049-2312-992。今天白天花王就是香格里拉净土的第二代国王，而香格里拉净土是极机密的净土，其第一代的国王可以说是文殊师利菩萨。白莲花王作有《无后光明论》，白莲花王也就是大白莲花童子，无二无别。啊，告诉大家，这里面藏着一个秘密，到底香格里拉在哪里，香巴拉净土在哪里？告诉你，
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山。党项山，党项山在哪里？你们查一查，党项山在哪里？告诉你，最机密的党项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地窖，其形状啊，全部都是莲花，是一个莲花的王国。啊，分成八方，东南西北，啊，然后这个在东南中间有什么？再有东南向、东北向，加起来个八方，中央有一个莲花，那里有莲花的宫殿。白莲花王就是第二世的香格里拉净土的国王，在里面全部都是修行人。然后我们今天的聚会等于是家族的聚会，大家很奇怪了，我跟你没有什么亲，也没有什么故，为什么叫做家族的聚会呢？你们知不知道啊？每一个跟真佛宗有缘的，跟莲生活佛有缘的，来皈依的，全部等于是自己的家人一样，都是一家人。我们是属于家族的聚会啊。你们说，哎，不同啊，我们住在梅兰腔啊，有的住在马靠，有的在台湾，有的在世界各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啊、新加坡，很多的国家来的啊，像那个台南、梅兰，很多国家来的。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家族呢？因为有缘的才能够相聚，无缘的他早就啊没有缘了。我画了一幅画，有缘则聚，无缘散，一如清风送鸟飞啊。有缘的你当然会聚在一起，没有缘的你当然会离开。但是我们也是随顺，我们佛教徒讲的是随顺。随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顺着缘分走。今天大家聚在这里就是有缘人。我们跟香巴拉净土有缘，跟这个白莲花王有缘，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莲生活佛卢胜彦有缘。这个要学习佛法，缘分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姓潘的好人呢，今天遇到一个印度人啊，印度人，他跟我说，吃饭用筷子是不对的，用手抓才是最正确的吃饭方法方式，而且不受制于食物，什么都可以用手抓。听了之后觉得还挺有道理的，所以呢，晚上呢，我就带他去吃火锅。这个有缘的，你知道我们华人都是用筷子，用筷子的都是有缘的。那么你讲歌利亚呢？歌利亚也用筷子啊。 Japan 也用筷子啊，对不对？香港也用筷子啊， Macau 也用筷子啊。
台湾也用筷子，中国也用筷子。用筷子的就是同样习俗的，都是一家人。啊，你说韩国啦，韩国是一家人吗？哎，韩国真的是一家人呢，隔来个鸭绿江。当年的朝鲜跟韩国，他们自己称为是蚩尤氏的后代，蚩尤氏跟轩辕氏打战，就是皇帝了，皇帝跟蚩尤打战，蚩尤打败了，他就推到韩国去了，就到格利亚去了。其实韩国人真的是中国人，也是中国人。他们讲是蚩尤的后代，我们的说法是皇帝战胜了蚩尤，结果他们讲是蚩尤战胜了皇帝，看了皇帝可怜，就把中原留给皇帝，他自己退到那边呢。蚩尤是很慈悲的啊，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子，我们讲法不一样。我们讲法是皇帝把蚩尤打败了，蚩尤就跑到格利亚，就跑到韩国，变成韩国人。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同的，他们用铁饭碗跟铁筷子，有一点差异。那日本呢，也是中国人啊，大家讲的是媳妇啊，道士媳妇带这个三千童男跟三千童女出海去找仙丹，给哪一个皇帝啊？考你们历史啊，陈始皇、秦始皇。对了，这个答对的有奖啊，等一下啊、哦、等一下去莲蓬堂啊，莲蓬堂跟这个莲姓上师嘛奖品。哎，秦始皇啊，派媳妇是道士，三千童男三千童女出海到了日本，所以日本有媳妇的这个坟墓在日本，三千童男三千童女演变成今天的日本。日本也是中国的啊，说还争什么钓鱼台，钓鱼台有什么好争的，钓鱼台本来就是中国的嘛。我告诉你哦，日本也是中国的啊。啊，我们这里有你用了这个弦线，你用弦线啊，你用弦线。哎呀，はじめてよろしくいきましょう。啊，他是我们日本北海道的上士。另外还有镜像上士，他是在日本 Osaka 板南 Osaka 的南方建立的啊，生活中日本总本山，就是镜像上士。不过他是属于规划的啊，他规划成为日本籍的华人，是不是？你的日本名字叫什么？
天颜净慧，名字蛮好听的吧？天颜净慧啊，蛮好听的。我记得有个笑话是这样子讲的，讲来历啊，有一个人娶了日本太太，然后人家问说：“哎，你日本太太叫什么名字？”他就不愿意讲，我不讲，人家在逼他，他不讲，不讲就是不讲，你不要逼我啦，我太太的名字我不讲的。啊，大家都知道他太太名字不讲，到最后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跟他讲，你如果不讲你日本太太的名字啊，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最好的朋友都不跟他做朋友，他没办法，到最后只有讲，哎，我太太跟你说了，哎，他叫没穿裤子。梅花的梅啊，四川的川啊，仓库的库啊，子啊，日本的名字都是叫啊裤子，他是没穿裤子，他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告诉你，没穿裤子也是。很多人没有好记性，觉得自己智慧不足。在密教中有一尊伟大的虚空藏菩萨，向他祈求能够求得增长记忆，开发自信真如的智慧。台湾雷藏寺将在3月5日恭请莲生法王卢胜彦主坛虚空藏菩萨护摩大法会，请您把握参加。详情请电0492312992。各位观众，阿达尔玛佛原始佛化现的大幻化王金刚是最大的金刚法王，宇宙一切均坛在内，为求成就佛果，灭罪祈福，一年一度的中观堂举办的大法会，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将恭请莲生法王卢胜彦继续讲解大幻化王金刚大法，并且灌顶，让我们把握此生请佛住世。2月28日，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大幻化王金刚大法会，欢迎您来参加。卢胜彦一生努力修持，遭受毁谤，无数的生离死别，过了71岁，回头看看这些梦，心中的小雨又串联出一本抒情翩翩的巨作。让我们一起来听法王作家心中的歌曲《剪辑梦衣裳》，详情请电0492312992。其实，像越南，以前古代叫安南，叫安南，安南，也是广西那边的人过去的，广西那边的人过去的，很多国家，中国实在这个幅员广大，现在国力强盛，啊，现在当个华人，甚至华裔的美国人也是很有威风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哦，跟大家讲哦，修这个白莲花王的成就以后呢，一个自身成为莲花童子本尊，你就是莲花童子。我有讲过啊，这个佛性平等论，佛性平等论，佛跟佛之间是平等的。将来我们现在虽然有等别、有差别、有差别，但是我们都是最有福分的。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成佛，全部都叫成华光佛。全部都是华光佛，佛跟佛平等，没有差别的。名字虽然有差别，但是其实是平等的，全部都是莲花童子。
这个白莲花王修成以后，就到佛国净土去。这个佛教啊，本身来讲起来，其实它有所谓的这个，像这个阿底峡尊者写的《三世论》，宗喀巴这个黄教的祖师，他有写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由阿底峡尊者的《三世论》演变成为《菩提道次第广论》。什么叫三世啊？一个就是成佛成菩萨，直接成佛成菩萨，叫做上士。中士就到佛国净土，下士就到天国天堂，就到天堂了，到诸天去了，到异界天，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所以称为三世论啊，三世论。这个上士啊，到最高的活菩萨；中士啊，就到了这个佛国净土；下士啊，就到了天，就到了天。总之，我们未来会更好。你只要修行，未来都是更好。第三个，多世的父母跟眷属一一得解脱，进入佛国。像昨天晚上，我为了做白莲花王的水供法会，所有报名的所有的这些祖先都来到我的房间里面，我一一在那个晚上给他完全超度，超度光了。啊，我早上啊起来啊，不能吃东西的，没办法吃东西。我跟果贤大和尚吃饭，我只有吃那个青菜。